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乌托邦，乌托邦八柱子二之一，八柱子二之一哦。基本上关卡不难哦。为什么每次都说不难呢？因为我把它开店出来的话，基本上我都有破解的一个攻略哦，所以难度不难，是因为已经有对策了。哦，第一关就是反正现在就直接免就对了。告过去就对了，因为到了第五关之前，我们都可以用免的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打哦 ，combo 数拉高一点会比较好。说比较安静，是因为喉咙已经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关键的时候会跟大家报告我的一个打法，啊，其他时候就包含一下这样。路西法的状态上去之后，那个倍率非常高啊。哦，黑白扶持哦，这个为了避免我们伤眼哦，直接就是哦一波把它带走。做了五颗，因为下一关要强化腐蚀，上面也做五颗。好，这边我们也没有办法开天雷哦，因为技能用掉了，所以就直接转。威力还不错，残血哦，一样在做全体的攻击，这样直接把它送走哦，增加我们通关的 tempo 这样，再两秒转珠哦，这边虽然说是两秒，但是我们技能一样是不开哦，因为下一关横向射击上左右，蛮危险的一个关卡。所以这边我决定用手动的去跟他挑战了。哦，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我们边打就已经在边补血了，那边打就边出 CD 了。
我突然发现我们血量好像有点不太够了，记得回一下血啊，各位。哦，攻击的时候记得血要注意一下。要慢慢消都消得完，所以不用怕打不死啊。心要断心哦！横向射击左上右，左上右，所以我们只剩下这一段空间可以拿来使用。那我会建议先把这个血量的部分先补满。再一回合，所以我们这波就给它爆发。大胜，再加上打击哦。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，我想要做单体攻击，因为我是目标是希望能够留下剩一只哈。当然不留也可以哈，这看各位的玩法哈。可以看到横向射击也是这样破解的哈，从里面拉出来就不会炸开了哈，这个上面就没办法哈。噔噔噔噔，漂亮，剩一只，这个有达到我们要的目标了哈。可以看到这个血量抓得刚刚好哈。它是 CD 二哎。哦，我刚算是运气好吗？好像是哎。好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哈，各位就不用太这个哈，太介意哈。好，干掉了哈。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动作呢？因为下一关它这个消心攻击哈，消心攻击。所以我们要消很多心符石才能对它达成攻击。那再跟各位报告一个玩法哈，哎呀，开龙哥，为什么要这样玩哈？
因为我想要弄多一点的这个案租。哦，增加我们冲关的一个几率哦，因为新租越多对我们越有利。哦，现在已经算是极限了哈。哦不要断线啊！哦，吓死人了！啊，这一关也是很刺激的一关，只要吃两关的运气，因为生命变异啊！啊，这是 GG 的意思喽。那我们还有一个 miss 的机会哈、哦，这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运气不好断线。哦，血量越少，回避率越高，最多50%。好、哦、，yes， 好。这个我们的回避力没有用到哈，很可惜哈，没关系，我也不太希望用到它，哦，就直接这样跟它哦玩过去哦，这所谓运气就是它什么实力的什么，哎对，什么哎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战术是有的啦，但是运气的部分就看各位了哈，哦，打法大概是这样啊。哦，由于我们在第六关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刚刚好，哦，哦，第六关的时候新符石刚好消到我们要的目标。其实我们滑鼠在转那个什么，不太好转那个龙科的时候，哦，不然其实应该可以更多的啦，最好是消全版几乎都是的时候，因为你有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可以让你这个有一个缓冲这样。基本上到这边就没有问题了。哎，我们的网络又断掉了，各位等我一下，因为我们在跨区这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千万就是不要断线，不然我们会回到台湾哦。趁他在扫描，我们就继续转好了。哎、怎么好像是网络挂掉的感觉？大圣减伤就是这么 OP 啊！哦，他这个关卡设计就是在前一关让你把心符石耗掉，在这边又变成生命变异了，所以你天降假如没有心符石，就是要把一波带走，但是你有锁技哦。所以这个关键是在我刚刚讲的这部分。哦，这一关脚没有天降，你就靠大圣的50%的回避率啊。所以我们有天降跟大圣50%哈，大概是这两个玩法。是我家里的网络出了点 trouble， 等一下我再来研究哈。
哦，好像现在不是在直播哦，那我们这个就好笑了哦。因为我们的转租都是内阁的这样。K， 哦，好，以上是这个8-5-2-2，好，8-5-2-1乌托邦的关卡示范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